邮政局近月频频请人，除了早前请经理负责客户关系，最近再招聘助理销售经理，基本月薪都有26000元。虽然这个职位属于非公务员职位，但薪酬相当吸引，薪金按工作表现加码，年薪可以高达53万。不过申请者需有相关销售及账户管理工作经验约3年，条件合适的朋友仔不妨一试。